刚没办法进去，因为人太多。因为我们现场自己有发那个夜色的，没有发就不能去啊。对，因为太多人。我们最后面还有。Thank you.
间提供给大家一种分享。在这种时间后，也就是通过这个话的指导，是不是啊？不是，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在商场上这么宝贵，在七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家有大的心中这个的心中他可能听到的时间你说上海市有一个约会有一个约会你说高的地方是有一个天使上海很好会因为这个约会意义的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这边的
大家聊聊。